来吧，赶快服用吧。此次讨伐的头等功劳都让你给捷足先登了。你是何人？如此可疑。这是何等不祥之气？真没想到，一看见此等邪气竟毫无惧色，身为一切义勇兵，未免屈才。我等孙氏一族，骁勇善战，堪比猛虎。凭我孙氏之坚牙利爪，他日定可成就一番大业。然则那邪恶之气将来必成大患，且看旗鼓相当之你我二人，何者将率先撕碎这笼罩世间的黑暗？需将此事通报曹都尉，孙坚先行一步。莫非气的紊乱是那个人造成的？必须尽快告知师父。你要一起来吗？
闪耀天际之繁星，昭示世人之命运。为祸世间的黄金一党首谋张角，已与其将星一同陨落。可战乱仍未见终结，灾厄与死亡蔓延于大地。战乱之元凶，是唯利是图的宦官佞臣。为铲除元凶，各路英雄再度奋起。